接下来，老师就准备用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中的例子呢，把这个异常啊给大家应用一下，那让大家简单的感受一下呢什么叫异常，同时在这里边呢给大家设计一个叫做异常的转换，这算是高级应用了。那什么意思？来，我们一起看吧，大家。首先，需求是这样，那叫什么呢？毕老师用电脑上课，大家用这个面向对象的思想把这个用计算机员工描述出来，这是需求，也就是所谓的问题领域，这里边涉及到几个对象，谁呀？毕老师，谁？电脑，知道吧？那描述吧，大家。class 毕老师是吧？废了都。teacher， 大家别这么描述哈，叫什么呀？毕老师、张老师是两个类，是这意思吧？啊，不，这是一个类。啊，为啥呀？就姓名不一样嘛，你至于吗？懂吧？嗯，实质是一样的嘛。所以大家他们有什么？首先老师有名字嘛，这就明白吧 ？OK 的嘛。大家还有什么呀？就是说老师一出人话，是不是就应该有什么？就应该有姓名啊。我先把大家最熟悉的部分写上，好吧？这都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啊。写完以后呢，大家老师是不是有需要电脑啊？那意味着老师这里边是不是有电脑啊？老师是不是天天带着电脑啊？哦，那怎么办呀？把电脑描述一下吧 ，computer， 是吧？那么大家这个描述完以后，电脑有名字吗？可以有啊，咱有把这个电脑给名字吗？不用了吧，那简单点来吧，好吧？电脑是有个功能啊，老师电脑上是不是电脑运行一下就 OK 啊？是的，欧了，叫什么样啊？叫做电脑运行，是意思吧？行嘞，老师除此之外呢，应该是老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computer 是这么个东西，同时呢，在老师一出这话的时候，是不是老师带电脑来了？咱们是计算机老师嘛，明白了吧？所以电脑必须得随身携带嘛。就老师直接扭一个了，好吧？哎，直接扭一个，就代表老师对上只要一接力，就会有电脑出现。那么再接下来呢，老师是不是有个方法呀？什么方法呀？prelect 写对了吧？讲课，看懂了吧？这边怎么想？老师想法怎么想？老师是不是应该先让这电脑怎么样？是运行起来？对，老师这干嘛呀？他讲课呗。哎，能看懂吧？巨简单点事儿哈。然后干嘛呢？然后呢，公司啊就调用我们那个老师了，其中一位老师是吧 ？T 就等于啊，另一个叫做啊哈 teacher 怎么样啊？这个当当是吧？往里边传递一个叫做 B 老师那。紧跟着 T 点啥 prelect 那 O 了吧 O 了，当时基本搞定了吧是吧？来，我们简单演示一下啊，来一个叫做 Java C 啊 exception， 然后呢 test 点 Java 编译 Java exception test O 吧，嗯，最基本的哈。因为面对象思想呢，简单把这问题呢考虑了一下，那考虑完以后呢，其他有什么呀？接下来我们考虑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呢？大家，老师是要依赖于电脑上课的，那么在我们上课的过程中，老师的电脑出问题了，是吗？我这脑子经常会出点小问题啊，比如说我蓝屏了，对不对？哎，比如说老师一喝水怎么样？没小心，咔，一杯水全被电脑都喝了，是不是有可能啊？对吧？一股青烟，明白我说意思吧？哎，电脑就挂了。哎，这是问题吧？那这问题发生，我能讲课吗？讲什么讲啊？我得依赖电脑讲课，我没有电脑讲什么呀？是不是啊？啊，欧了，电脑就是我们的武器了嘛，是吧？那怎么办呀？开始分析。啊。其中的问题，
注意啊，不要把问题扩大啊，说老师，那万一老师得病怎么办呀，是吧？这个其实都会有处理的，知道了吧？啊，然后说老师，万一地震怎么办呀？你不想别的了是吧？我们说不要从问题领域扩展的太大，懂我意思吧？哎，你就想啊，你能涉及到的对象和发生问题就可以了，知道吧？地震关你什么事啊，对吧？分析其中的问题，比如是啊吧，比如什么电脑蓝屏啦，啊，电脑蓝屏，你好，蓝屏的蓝屏啦，是啊吧，冒烟啦，这都是，懂我意思吧？哎，那么大家像这样的问题，按照我们面向这样的思想，你是不是得描述一下呀？是的，大家怎么描述啊？怎么描述？好累呗。这个可辣死，有没有？啥呀？我这直接写拼音了哈。蓝屏啊，蓝屏一可塞不深，好吧？继承谁了呀？继承了一个塞不深，那继承一个塞不深。然后有的哥们问我说：“老师，咱到底是继承一个塞不深的，还是继承 runtime 塞不深的？是这样吗？”嗯，我就不给你讲这个，自己体会一下，懂吧？一会儿咱们一说就知道为什么了啊，特别的简单。来一个复制到这里边来，一个粘贴到这儿，我们还是带点信息嘛，是吧 ？MNT， 哎哎哎，一个 super MNT 就搞定了，大家把这哥们儿一个复制到这里边，一个粘里边什么呀？冒烟呗。然后呢，一个复制，大家一个粘贴，欧了吧？欧了啊！然后呢，没了。大家，我就问你们第一个问题：这俩问题什么时候发生？在哪会发生？我这有俩动作，一个电脑乱，一个是我的讲课，哪会发生？就问你们一下嘛，这俩问题你知道谁最清楚吗？对呀，肯定不是我嘛，懂了吧？啊，讲咔咔一顿讲，诶，蓝屏了，哈尔滨六场不是啊？对吧？你这不搞笑的吗？大家应该是电脑运行最清楚吧？是不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啊？我只不过是使用电脑的人而已，好吧？那么这里边呢，怎么发生的呢？无非是因为电脑的某种状态，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所以老师为了方便起见，就在里边呢刻意的定了一个什么？定义了一个电脑状态，比如说它为零，是吧？零就是属于正常状态啊。那么如果这个状态的值等等于了一，我们就认为什么呀？就认为蓝屏了。听懂这意思吧？我只用了一些代码来表示蓝屏的这种情况，就是复个制到这里边一个粘，是这样吧？这里边当当叫什么样啊？叫做电脑蓝屏啦。行了，那万一你不是呢？是另外一种呢？那就是二呗，是吧？把这个上面这哥们咔一个复制拿下来，怎么样？就冒烟了嘛，是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冒烟了。为什么举两个例子呢？因为两个例子在我讲过中真实的发生过啊，而且都是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冒烟那个事儿倒是差点啊，一杯水就下去了，懂我意思吧？哎呀，很猛。不过呢，扣过来以后到窗台晾了一上午 ，OK 的。因为我这个有防水设计啊。大家接下来看一下啊，这个当当当当搞定了，搞定完以后，大家注意看，你这边抛出了一场因为是编译时被检测异常吧？那你是不是是内部没有处理的话，你就得声明出来呀？是的，这边碰声明几个？得声明两个呀，是吧？注意，如果是 runtime 上子类的话，说不用声明，那是真实。那复制粘贴，欧了。欧完以后，大家接下来怎么办呢？注意，大家，我之所以记了一个 seven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异常我能处理，
有骂或者发生以后呢，我可以让对方调整去处理它，是这意思啊？是这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吧，咱这个讲课的时候是不是调用到了这个哥们儿乱方法呀？这乱方法里边是不是有这么多方法呀？是的，怎么办呀？人家乱方法里边竟然抛出了一场，你是不是要进处理啊？嗯，有哥们说老师，我们也不处理，抛不行吗？嘿，这是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你讲是不是用电脑啊？啊，电脑出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一下啊？是吧？你不处理怎么讲课？能有什么话吧？你得处理啊！啊，你不处理怎么办呀？是吧？所以这里边我们选择是踹而不是抛，听懂意思吧？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处理，你干嘛不处理？啊？你全力交给别人处理，不出事了吗？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了踹当中来，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么大家，如果这哥们真发一场，还讲课不？别讲了嘛，是吧？你这么回事嘛，所以呢，我就放在下面来。那如果这哥们搞定了，是不是去讲课呀？是的。那么大家，他抛了俩，咱是不是有两个开始啊？复制，看着跟着步骤走啊，现在一点都不乱。复制，往这边一个粘，两个蓝瓶子、冒烟子都拿过来，是两包吧？好了，大家问一下，怎么处理？也就是说，哎，老师，说两句嘛。我说了嘛，烂透了嘛。对呀，蓝瓶一般的解决方法是不是就重启啊？是的，重启大家这功能是不是一个功能？这功能谁的功能？非常好。重启大家其实无非就是将状态说还原为正常状态，此态等于什么？零，这能懂了吧？为什么要看得清楚啊？我这边写一句的电脑重启，好吧？电脑重启，那就是标识一下啊，重启了，行了。那么大家这里边如果蓝屏了，我是不是直接调用电脑的什么东西？对。我重启掉完以后我干嘛？那要废话吗？是不是讲课呀？不是不是？不能有问题吗？这个啊？我就是想，哎呀，大家等一会儿啊，蓝屏了啊，我靠，重启啊，重启完启动了吧？电脑启动了吗？启动完以后我一输入密码一看 ，OK 了，把屏幕一共享。来，大家咱继续说，讲下面知识点，好吧？就是这回事啊，那可不就是我这个如果发这问题了，我重启是不是来讲课呀？对啊，那就完了呗。那么这个事儿完事以后，大家你们想没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是，那冒烟怎么办呀？哎呀，冒烟咋办呢？哎，你知道我们班里如果老师的电脑真的冒了烟，应该怎么处理吗？换电脑是吧？对，这是一种解决办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叫做 computer 等于我 new computer， 对不对啊？是我换电脑啊，对不对？换电脑啊，那我不换电脑怎么办呀？一般的情况下来说，大家我这冒烟了，那我不能随便拿学生的电脑来用啊，是这样吧？你们得用啊，同时你们装也不是教室端啊，所以立马让你们做练习，是的吧？那不能放羊啊，是吧？我就说我的屏幕居然不能给你们共享了，大家我给你们出几个练习题，现在快跟我做，是不是？我这个冒烟也没用啊，先上课，说一个嘛呀，练习呗。大家这是处理方式吧，这就是最真实处理方式，懂吗？别梗了，说一句啊，这说那这你没有用，懂吗？那怎么办呀？这方法是我的方法呀，怎么练？当然我自己最清楚嘛。所以老师里面要有个什么练习的方法，这能懂了吧？哎，要大家练习，那大家练习，你好，练习，行了。这里边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哈，我这里边的嘛呀，我就写上一个什么一点脱词句，这能看懂吧？就是我把这个信息打印，让大家知道我这个运行哪儿了，听懂意思吧？
哎，到底是不是蓝屏了呀，或者冒烟了，我想让大家看到而已啊，一点多使劲啊。大家，我再说一点啊，除了练习以外，我们传这播客找到了毕老师，并让毕老师去讲课。我讲课的过程中呢，我电脑要是如果冒了烟儿的话，大家，我除了让大家做练习以外，你觉得我是没有把这问题告诉出去啊？知道吧？我要不告诉的话，外界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那么他还以为我在讲课呢，可是我这边早就一直不讲课了吧？听懂了吧？那不出事了吗？所以啊，我要把这问题怎么样啊？告诉别人。那为什么？这问题我能自己处理吗？处理不了。蓝屏没事儿。冒烟我处理不了，因为我不会修，对吧？而且影响到了这个上课，所以我得把问题暴露出去，让对方知道，让调用我的人知道。所以老师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我把我处理不了的异常进行完我能做的动作以后，继续怎么样？向外抛，叫做肉意，懂吗？E 是不是意向对象？可不就是吗？是吧？它不是引用吗 ？OK 了，把它继续往外抛。你这么一抛，这个处理过吗？没有。那你是不是标示出来？对，所以这个方法上怎么样啊？就得标示一个冒烟异常。听懂了吧？你这么一标识，大家是不是传输博客调用到我了？对吧？他一看，哎呦，毕老师讲课还带一冒烟的，天哪，怎么办呀？他也得给出。对，处理方式，那说传声博客说那个啥，毕老师冒烟了是吧？那个我们不管啊，继续往外抛吧，传声博客抛给谁去？是吧？不能嘛，所以怎么办？所以得这么弄，把它放进来。那注意看啊，这边有个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冒烟啊，那你说传声博客怎么处理啊？啊？我跟你讲。点，哎好，我说什么情况？你就看就完事儿。好了哈，到这儿这个流程看懂了吧？看懂了哈，来，我们先运行一下啊。编译，欧耶，运行，搞定。老师上课吧？嗯，老师上课啊。说老师，你这光讲的有劲吗？这个，我们加个内幕是不是很屌的呀？那你得跟谁上课？电脑老师说哦了，哦了，大家这个时候我的电脑出事了，比如说状态变为了一，蓝屏了吗？啊，蓝屏了，编译运行，大家看，告诉我说我正讲课呢，当，你看这是报电脑蓝屏啊，我吓我一跳，你干嘛呀？电脑重启了，运行了，标准上课了，这个 OK 了吗？哦了，是这样的，是这样吗？那咋的？你调用我以后，咔蓝屏了，是不是啊？蓝屏完以后呢，我就处理了，处理完以后我是不是上课了？没事了，大家，是吧？就没事了。紧跟着怎么样啊？这个蓝屏这个能听懂了吗？啊？我已经解决掉这问题了，啊，已经解决掉了。蓝屏我就重启就 OK 了，啊，这就是他告诉我问题，我预先的怎么样？是不是给出了处理方式？这个称为预处理。大家你想想看，如果他不告诉我的话，我会处理吗？不会。那么我不会处理的话，他要抛出来是个 runtime 异常子类的话，我这边根本就不写帅带是吧？那么他要如果是蓝屏了，我们的程序停下来了，听懂了吧？程序直接停下来了。为什么？就因为这小小的蓝屏，大家课程就无法继续，是不应该啊，对吧？这种本身就是可处理问题，你凭什么给它变成运行异常呢？哦，我的意思吧，哦了。紧跟着咱们现在说冒烟儿，现在冒烟儿来了，大家比如说状态是二，看啥，编译运行，电脑冒烟了，我就跟大家说，大家练习吧，公司就点点点点点点点了，懂我意思吧？哎，老师这个什么意思啊？这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日本的动画片里边，有个哥们说着话出来以后，然后就发现有个乌鸦的啊啊啊，然后后面出好多点啊，对不对？就很茫然嘛，对吧？郁闷的要死，为什么？因为公司很郁闷，就是
他在调用 B 老师的讲课方法，没有想到 B 老师还有会在讲课过程中产生一个异常，叫冒烟儿。公司当时就慌了，说：“老 B 你怎么还冒烟呢？啊，这个东西怎么出来我也不知道。”听话，公司不知道我出了，我说真出了冒烟这件事以后，他该怎么处理？所以就是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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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省略好多个字儿，懂我意思了吧？哎，你知道为什么造成的吗？刚才是玩笑了是吧？为什么造成的？因为很简单，公司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是意思吧？公司抛给谁去？哎呦我的天！你这公司是不是太仁慈了？这个公司还得负责修电脑是吧？吗？老经典了啊！大家之所以不能处理，是因为这个异常公司根本就不懂，对吧？这个是一个软件培训的公司，它是维修部吗？不是，所以你冒烟儿，大家根本不知道。我跟你讲，最有趣的是，其实在这儿关键点，冒烟儿是我的异常吗？不过现在快是，我快热的冒烟了。嗯，这是电脑的问题吧？它不应该是我的，是这么回事。那。我讲课会讲到冒烟吗？我只能讲到嗓子冒烟而已，是意思吧？所以大家，我们这么抛就不合理，这能听懂吗？啊，为什么？我电脑冒烟，我告诉公司，公司管我这事儿吗？啊？哎呀，老师，电脑冒烟了，来来来，我给你修一修，修一修，还有这功能吗？肯定没有。懂吗？那你认为什么跟它是相关的？在我们这个问题当中，大家，我电脑冒烟是不会引发这个课程无法继续，对吧？课程无法继续，这个课程无法继续是不是才和公司相关？对吧？冒不冒烟他是不管的，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我除了要做一个让大家练习以外，我不应该把这冒烟抛出去，因为这个冒烟根本就和公司没关系，听懂了吧？那么我应该抛一个跟公司有关系并公司能进行处理的问题。我说听懂了吧？我跟你们说，现实生活中是不是这样的？那大家就好像你们一样嘛，你跟我说，老师，我电脑连不上凌波，是吗？哎，你跟我说，老师，我电脑连不上凌波，我也不会弄啊，我根本就没有修电脑的功能啊，我只有讲课的功能，听懂了吧？你抛给我有用吗？没用啊。我说老师，我修不电脑连不上凌波啊，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我说那我也救不了啊，是挂了呀。所以我脑子里就是戳乌鸦啊啊啊就过去了吧。我跟你讲，我在分析的问题，你知道我怎么分析吗？你说老师我连不上凌波，我就跟你说好，你看旁边这个人，懂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看你能不能连凌波，我只在想你能不能听课，这个跟我相关，懂了吧？这个跟其他跟我都不相关，你的技术问题是你的事。那老师我连不上凌波，你是不是听不了课了？是吧？你是不是用你电脑听不了课？是的，用他电脑听课，听懂了吧？这是我的解决办法，就这么简单。那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问题分析完，就发现怎么样啊？冒烟本身不是我讲课当中应该出现的问题吧？对吧？我们应该出现的问题是我讲课很有导致是课时进度怎么样啊？无法完成，所以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我们要进行描述，叫做 class 怎么样 ？No plan 是吧？就是计划无法完成。继承的 exception， 把这哥们复制过来，那注意往这看啊，复制到这边一个粘，明白了吧？完事以后注意往这看，我们在这儿对冒烟异常进行捕捉并处理，处理完以后呢，不要抛这个，懂吗大家？哎，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啊？
在这里边 ，B 老师可以做动作，比如说打电话给什么电脑维修部吧，对吧？把我的电脑呢送到电脑部维修，比如说我调用电脑维修的方法，把这个 computer 扔进去，扔完以后呢，我们再修完以后再能讲课，是不是可以啊？是的，所以这里边要做的就是什么？你可以呢对什么？对电脑进行维修，但这事儿需要公司知道吗？完全不需要，请跟着跑什么呀？但是大家，我不跑行不行？啊？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这动作已经是不是影响到了课程进度了？所以你得告诉公司知道，懂了？你不告诉就叫做隐藏问题，啊？这一隐藏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在这干嘛呢？要做一个叫做 throw， 我们继续跑，跑什么 ？No plan exception。现在明白了吧？叫什么？叫做课时进度无法完成，无法完成。当然，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怎么样啊？你可以带着这个 get message 信息，叫做什么原因导致的呀？是吧？这个可以带上，懂了意思吧？哎，但是公司只是做一个了解的啊，你在冒烟是吧？但是他肯定处理冒烟吗？不，他只处理课程进度无法完成情况，因为公司对于老师无法上课这种情况，他是不是有解决方案？对，肯定会有啊，肯定会有。叫什么？我跟公司说，我要冒烟了，公司也不会管我这个冒烟的，他管的什么样啊？管的是，哎 ，B 老师那班现在有没人上课了？怎么办？赶紧派人去，是换人，对不对？不换人就是放假半天，是不可能？这些都是处理方式，听懂了吧？所以你可以把原因告诉公司，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可以不用告诉。OK， 这样一跑完以后，咱在外面标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标识的是课时进度不下去的异常？对不对？应该这个异常才对啊。这个异常你定义完了以后，大家这边就直接怎么样了？处理这个。你认为公司处理这个是不是最清晰？啊，也是最拿手的。OK， 这个其实我们称之为异常转换。那异常转换就叫做我们捕捉到的是这个异常啊，可是我们暴露出去的是什么？是调用我的人熟悉的异常，懂吗？大家把异常做了一次转换再抛出去，叫做既对我熟悉的问题进行解决，并怎么样啊？将对方熟悉问题呢，对这对方进行告知，懂了吧？而不是说拿什么抛什么，那这个不一定科学的。OK， 那么大家这个我改完以后，我们再看一下哈，编译，然后看一下运行，大家发现这个时候就是有了冒烟异常了呀，是吧？紧跟着，大家哎，哪儿呢？啊，这儿没写呢是吧？如果这冒烟异常产生的话，我就写一个一点突什么突死坠，我们先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呀，是吧？点点点发生完以后呢，紧跟上面什么啊？是处理方式啊，对吧？如果出现课时进度不下去的话，怎么样啊？那就是换人，是吧？换人，我们来看一下啊，编译大家运行，你瞧，这个时候呢，冒烟异常产生了，这时候我在这打印一次了，明白吧？我在打印一次，打印完告诉大家运行到这儿了，紧跟着。出口让大家练习啦，练习完以后呢，我就把问题抛给了这个公司大家看到的是不是课时进度化完成，对不对？完事以后啊，原因是电脑冒烟了是吧？那就不管它了，既然无法完成，换人，对不对？大家，哎，换人什么意思？换人不就是在这儿再创建一个老师对象吗？对不对？大家，可不就这样吗 ？OK 了，就这样。这明白了吗？哎，通过这个实例呢，就把这异常啊一个最基本的自定义过程以及异常的转换动作给大家说完了。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很常见的，那很常见。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注意往上听，咱们顺便就把这给说完。那叫什么例子呢？叫做比如说我有一个功能专门操作数据库的啊，给数据库里边添加数据，有没有？啊，给我点数据就行了。那、啊、给我点数据，紧跟着这里边嘛呢？叫做什么？叫做哎，连接数据库。这边嘛呀？叫做这个添加数据动作，关闭数据库。大家是动作吧？最基本动作。那么连接成功了，添加怎么样啊？
有可能会出现异常。这个异常呢，这个在你们开发的时候，实际当中出的是这个 circle 异常，懂吗？那么大家，这个异常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抛出去啊？可以吧，大家？啊，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大家这个异常一抛啊，会有点小问题。我不知道数据什么东西，我只是调用你的工具，你的工具里边有一个添加数据的方法，我想把我有的数据用你的工具把数据添到数据库里边去，对不对？是的，你添加失败，给我抛了一个 circle 异常，大家，你认为我懂吗？啊？我都不知道数据是啥，我就想用你的添加方法把数据扔进去而已，你给我搞了一个叫做数据库异常，我一看就崩溃了，啥东西呀、啊？我没见过呀、啊，是吧？我不理解呢，怎么办这个？我就慌了，懂了吧？其实大家，数据库异常谁最清楚？是不是应该不是不是应该做这个方法是最清楚？因为他在做连接和添加数据动作吧？对，他在往库里边真正添加东西呢，他是最清楚的。那么你认为这东西应该是他解决才对啊？是对吧？你给我咋解决？我也不会解决啊。所以这种情况就不要向外抛。能懂吗？怎么办呀？比如说在这儿呢，加上一个 try， 和什么？和 catch， 把这个 circle 异常啊，在内部处理掉。这懂了吧？哎，但是你这么做完以后，当然这是写 final 里边去的啊，这我就不再说 final 里讲完了啊。但是你这么做完以后可以吗？大家，你这么一弄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异常被处理掉了？对吧？异常一处理完以后，我给你数据，你给我添加，添加完以后你啥结果也没给我，我一发现没数据啊，这也啊，我让你添加呗，你也没给我结果，然后呢数据也没有，你这是怎么回事情况？能懂我的意思了吧？我把数据给你了，给完以后呢你帮我做完了，什么结果没有，然后我的数据库一查没有这数据，是疯了？什么回事？这个叫做这个哥们把问题给隐藏了，懂吗？发生问题吗？发生吧，这个哥们内部给自己处理掉了，处理完以后并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信息，是不是问题啊？这个本身就是问题，数据库异常出的问题以后，你把它解决完以后，你是不是告诉对方说没添加成功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将异常做一个转换，就叫做 class no add 一个 exception， 叫做没添加成功，是这么回事，继承了一个 exception。 那紧跟着这边该写什么？应该在 catch 处理完以后，注意看啊，这就是处理代码完以后怎么样？应该是 throw 丢一个什么 no add 一个 exception， 是不是进来跑？对不对？你得告诉调用者说确实没成功，为什么没成功？我不跟你讲，就告诉你说没成功就完了，这有这么回事，懂吗？而大家对于我调添加方法如果没成功，我是个处理方式啊？是不是？那可不嘛，我往下数据嘛，没成功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办嘛，是吧？所以呢应该在这上面标什么？应该标识一个叫做 no exception， 明白了吧？这就是内部异常进行处理呢，对外怎么样啊，进行异常转换。其实这种情况也称之为异常的封装，异常的封装叫做不该暴露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暴露出去，因为你暴露出去对方他也处理不了，欧吧，欧的。